衔接第一集，现在是第二集啊。我们已经知道后背片的高度是20厘米，看我给它放这儿了，对不对啊？我们往返向上给它织了20厘米之后，给它留1米的长线，保持不变啊。1米长线剪断之后，就可以系在前边这儿继续织前片了啊。好，前片的高度我们刚才讲了，只向上织12厘米就好了啊，理解了吗？然后呢，整个的就到了这个位置了啊，整个的前片我们要做一次领口的怎样啊，减针了。领口如何减针呢？同学们仔细看啊，我们要取正中间的12针，给它平留，留住这12针啊，不要剪啊。尽管我写的是剪，如果你剪完了以后的话啊，这个位置呢一会儿呢sorry， 这领子呢是织的一个领条和它相结合的啊，两种方式。如果你是一个编织的能手啊，你就不用剪针；如果你是一个编织的一个中度的一个中手，哈哈，就需要剪针啊，直接在这边位置给它平收了就可以，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依据自己的情况啊，同学们啊，如果你是一个老手的话，这位置可以留着12针啊，为了方便以后我们的领子和正身相连接的位置更整齐。这个位置我会留下一个伏笔，到时候我会讲啊，不同的水平的同学们完成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怎样处理啊。好，现在普通的方式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12针的位置给它啊收平边，别收太紧啊，别收太紧，强调过了哈，同学们要注意。然后我们怎样，我们将它12针的左右要进行减针，注意了，整个过程里的两个花纹依然保持原有的规律向上织的啊。然后我们在这12针的左右开始减针，按照怎样规律减？首先我们要每2行减3针，减一次，看在这儿，每2行减3针，减一次啦。然后又怎样？然后我们再给它每2行减2针，减2次。再然后呢，我们要给它每2行减1针，减一次，看我就在这个位置这样减，另外一侧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减针手法啊，两边是保持对称的。好，减完以后看你的左右前片的高度是否来到了跟后背片一样高，这个20厘米的高度，它是从这儿到这儿是20厘米啊，看是否来到它这高度，如果不到，保持原有针数，继续往上往返织，达到20厘米高度为止。然后怎样，你前片剩下了，尖头剩下了多少针啊，就拿那个后片啊找到一样的针数给它相互织缝上。整个过程同学们注意啊，要把长线留在外手，留在这一侧。所有同学注意啊，后背片啊，你剩哪边都行，你留在哪边那1米的长线都在外手，左右前片就不同了，理解了吗？一定要调整好。如果你的1米长线留在后背片的这个位置，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前片的右前片这个位置留出长线来，这样方便于你前后尖头织缝的时候是以从外向内侧走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织缝过程不可以太紧，记住了吗？好，然后我们怎样织缝好了前后尖头，然后就要弄这领子了。同学们有经验的一眼就看出来了啊，这领子绝不是从这儿挑上来以后直接织的，而是什么，看它的纹理，一知道一看就知道是这样走的，对不对啊？它是这样的向上进行的啊。所以同学们两种方式，我之前留下了一个伏笔啊，包括我让大家从外手向里手织缝前后尖头，你这位置所有的针套都是剩下的。如果你是一个大新手，可以把这个位置的针呢给它平收，收的过程当中不可以太紧啊。如果你是一个编织经验丰富的同学啊，你会带着织，而且能够理解我一会儿给大家讲的内容，你就可以在那个位置留住所有的针套，理解了吗？好，我们现在来说领子的部分啊。领子其实它是只起了5针的一个小片儿，哈哈，它是这个方向来往返往返编织成的，这样带有锯齿效果的，看到了吗？啊，那么我们起这个5针啊，看在这儿呢，1、2、3、4、5哈，一共起了5针。好，
起完了这五针，我们织的是，大家已经看出它花纹了，什么花纹呀？还不就是锁链针吗？啊，有地方叫搓衣板啊，大家叫法不一样。好，这时候我们要将这五针一边织这个一行正一行反的这个锁链针，一边注意啊，在它的右侧进行规律的加针，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减针，看到了吗？使劲看，每行都有加针，每行都有减针，理解了吗？啊，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往上往返织，记住了吗？啊，五针开始，你看每行加加加加加，加够了以后减减减减减，然后到下一次又加加加加加，减减减减减。好，这个花纹适用于很多很多个领域。如果你有这个技巧，那么在编织的领域啊，你跟其他同学相比的话，你就比他要多了一层见解，哈哈。所以啊，学会它啊，充分利用啊。好，我们将这五针往返往返一直向上织，原款我一共织了五个锯齿，看到了吗？如果同学们你先这个锯齿大的话，你可以不加那么多针，理解了吗？假设原款我一共加了七次，那你可以加六次加五次，理解了吗？当然你剪的时候也是跟它一样，这样锯齿就会密集一些，短一些，多一些了，理解了吗？好，两种方式啊，给大家提出的建议。好，我的原款它的长度一共织了60厘米，领边啊就是这个锯齿的总的长度，五个锯齿60厘米长，形成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啊，你们可以充分的按照这个规律来调节整个的领边的长短，明白了吗？啊，同时还可以调节什么呀？锯齿的牙的高低以及距离啊，都是通过针数的增减啊频率来完成的，对不对？好，然后呢一定要注意，60厘米不是一个绝对值啊，你可以40啊，你可以59，可以62都行。为什么不是一个绝对值？因为你要保证必须你是完整的锯齿，不要只盯着60，到时候你这个半个锯齿不可以的，理解了吗？哎，也就是说要保证它有着啊完整的衔接，让所有的锯齿连接在一起。好，连接在一起之后，给它相互之间一定要在五针这个位置结束啊，相互之间缝合好，就形成一个圆套了，对吗？好，把圆套没有锯齿的那一边和谁呀？和你的领口的位置相缝合，这就是原款的编织方法啊。领子的衔接是缝成的啊，但是总有特别，因为已经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伏笔，为了现在讲，我们有编织经验的同学要怎样啊？我们没有必要缝合它，我们少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起完这五针之后，在向上往返织的过程中，我们要找到谁呀？要找到之前平留12针的这个第一针的位置，把你的五针锯齿当中的这边最后一针和它的第一针俩人织成一针，要织成跟锯齿针一样的锯齿的这个花纹啊，它是一行正一行反，这一边是该织正针，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给它织成正针，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这边针套上的所有针都要以这边的花纹为基础，人家该织什么它随着人家就行了，而且它是被人家捡走的，你想他这边出一针他这边出一针，按照这边锯齿的花纹，该织正该织正，该织反织反，他们俩人变成了一针，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我们既连接了两部分，减少了缝合的环节，而且让它这个位置非常的整齐。有同学说了，哎呀，那老师我到这儿了怎么办呀？这儿可密集了，然后很乱，我怎么处理这一块儿啊？注意两个方法，如果你的经验不是很丰富，那么提前在这位置把这些针数织挑出来啊，把它织挑出来，理解了吗？啊，织挑出来以后，注意一定要在拐弯的这地方多挑针，哈哈，否则你这个领子出现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的舒展了哈，就纵在这儿了。为什么？因为它这是拐弯的地方嘛，理解了吗？好，按照这样的规律，我们这五针一边这么织啊，一边跟这边每到这儿就给它合在一起啊，每到这儿就合在一起，理解了吗？啊，一直到这边啊，这边呢你可以把它提前挑出来，也可以有经验的同学直接我上来找一个位置，我就给它啊跟我的锯齿针当中的
最后一针相连接，理解了吗？好，按着这样啊，后脖子更好弄了，因为你已经预留了针了，没让大家收啊。凡是有经验的同学没让大家收针，这样的话你从这边到这边就非常好的连接在一起了，理解了吗？好，整个都连接好之后，最后在这儿一缝合，这五针啊一定要留在五针位置缝合啊，同学们可千万不要从这儿啊，要在五针的位置非常巧妙的缝在一起，让你都找不到它的。它这个是在这儿呢，看，不使劲找你都找不到，哈哈，找不到它的痕迹啊。这样整个领子部分也完成了。最后你看，这么一件背心裙，它非常的适合穿现在的所有什么大衣呀、再瘦的大衣啊，袖子再瘦也都能够穿得上，因为它袖子这位置你只要穿一个黑色打底就好了，非常实用，而且编织的手法也是极其的有挑战性。为什么？因为有些环节给大家增加了啊，有一定基础的同学能够掌握的这些环节。好了，讲解到这儿，如果觉得教程对你有帮助，请点赞鼓励我，感谢各位。